一般就是这样子，九哥，就是大家会用力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我你就喊这两个字就好，九哥，九哥，再低一点，九哥。OK， 那、啊、你现在很用力，其实你这边要放松，这边放松，然后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把这边挺出来，九哥。这好很多哎，这好很多哎，帅翻了。他就这边一用力，丹田用力，这边就声音就不太一样了。对，因为以前大家用丹田，因为我以为你是用喉咙在叫。对，我喉咙是非常放松。九哥，有没有？他就会往外这样压一下。对对对，那一般大家都是很用力的，很用力的缩进去。我出去之后可以说你是我师父吗？还是不要好了，不要。然后你现在还没办法控制，然后你多练习几次就 OK 了，就很好用。哎，你是有人教你唱歌过吗？我学声乐的啊，嗯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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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反正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工作做。算你还是不要学好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有没有考虑未来的专辑，有机会放一些声乐东西在里面？没有考虑吗？说不定意外的。其实有点怪、欸，我觉得。是吗？对啊，用声乐来 rap， 用声乐来 rap， 太难了吧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怎么样算？我就是不行，所以我在想啊。说不定我们这样聊一聊，就聊出一首歌来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我试试看。可以的。他们以前，他嘴巴还可以 rap 啊，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我不行，我不会 rap。你会啦？怎么不会？怎么可能不会 rap？ 这次专辑不是里面就有一段 rap 在里面吗？哦，那是一样的月光，对对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你刚刚有唱呀？有，你累了，你累了。我以为没有，突然感动了起来，有往上有精神。对对对，要谢谢。哇，我们今天特别被你教一下，我现在整个觉得很爽。有，你刚刚那个叫的声音真的不一样，就跟前面不太一样，有力度了，差很多。叫的声音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怎么样、啊，各位？还有谁要问问题？我来 TVBS 8S。那我们延续刚刚那个，因为信的高音真的很厉害嘛。那有没有连你都无法驾驭的？你觉得真的高音唱都上不上去的歌曲 ？Vitas 啊，哦，正想这样讲，那个太可怕了啦，那个。你的标准太高，有没有低一点？就是一般人的那种标准。还好，其他的都差不多可以。李佳薇的那种呢？哦，煎熬，那是女生、啊，女生的 key 不太一样，女生的 key 对不对？那有没有遇过你最糗的一次的破音？就刚刚啊。我们可以播吗？啊、那我可以播吗？可以播刚刚的话可以播吗？可以。确定？你确定哦？你讲可以的哦。可以啊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吸引精彩的破音。不想再和谁争辩什么了，骂着我，骂着我，对不起，太累了，今天。因为这个要体谅他，你真的是今天真的一整天在累。OK 啊，那 OK 啊，大家因为是人嘛，谁不会破音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外面，比如唱现场，也有真的破音啊，怎么办？有啊，常常破。那你破你会 say sorry 或是笑一下？不会，这就是现场。我不但会破，还会忘词，都会，什么都会。这就是现场嘛，这就是对啊。有一些唱的那个完美的都嘛，你就听完美、啊、听 CD 就好了嘛。对嘛，我们都谁在说谁啊？谁没有？我只乱讲，我讲把你跟他们区隔开而已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那边中佛。就除了就是刚歌唱技巧很强之外啊，因为信是那个摇滚巨人嘛，那在唱歌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耍帅的秘技可以传授给两位主持人？哦，主要是这位是歌手，耍帅，对，还好。我觉得他不太学，因为你看像刚前面那首歌有没有？他那个我注意到他前面其实前奏很长，然后他本身就很帅，他什么都没做站在那边，然后连表情都没有这样。然后就开始唱。我跟你讲，你站在那边，如果做同样事情的话，你在放空；但是他做的话，他就是帅，就是有帅的感觉。没有，我也在放空。然后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站着，然后在等，然后前奏就过了。
不会很期望我，然后就咔就停下来了。你刚才干嘛？啊，神游看到了 是？这真的，这真的忘了，就突然会放空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大家以为我在酝酿情绪，啊，他说，哎，歌已经进主歌了。这跟你这跟你之前就是最近讲的说你最近这个记性不太好有关吗？有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人性服了，记性就会变差吗？不知道。我真的是跟我朋友这样吃饭，吃一直聊天，那还认识算蛮久了，也常见面，然后就突然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要生气。我刚刚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，我努力的要叫你的名字，我叫不出来。天哪！你是不是要看医生？要不要去检查？这要看是要检查了吧？哎，我开始觉得我就是好像跟他差不多了。对，怀秀有你是本来的问题，你是本来的问题，我本来问题吗？对，你本来的问题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各位家人，播听 TV 八十八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现在新加盟到了华研，变成了大家的师弟嘛，虽然出道很久，那有先拜过码头吗？毕竟华研的前辈很多，像是大师姐这区有没有给你下什么马威之类的？三大股东完全没有，没有。那有跟他们拜个码头，就打声招呼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新这样子。不会啊，其实都大家其实都在很多表演的场，信其实蛮有名的。场装什么新人感？对啊，拜个码头啊！但是对，至少不用看到 Hebe 说，我是你师弟啊。有这样说了，但没那么猥亵。我自己的想象画面，你知道？我就说哦，师姐好，对吧？他说哎，对的。哎，来给师弟，但没有这样，抱抱这样，但没有这样，对。啊，完了纳豆之后会一直联络信。对啊。为什么？他想攀关系，攀关系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而且信没有，就有些时候可以跟去探望一下你师姐啊。谁？他小姐，他因为他私底下有暗恋这个 Hebe，真的吗？对，会帮他吗？夸张了，真假的？大家只是节目上讲而已，最好是啦。那不要了，那就算了啦。以你的条件，怎么可能把不到？哎呀！他什么条件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看那个脸表情，真的有爽到哎！他真的看得起我，你知道？因为以前我们就在外面，我刚出道我们就认识他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在我们这个居酒屋的时候啊，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，他就拉着我讲，我才刚出道，就还没有很有知名度的时候，他拉着我说：“那豆，我跟你讲，依你哦，你应该要代言接不完，你应该要怎样，你真的。”他那时候讲我感动，我想说：“哇，天哪，怎么那么看得起我？”他真的有无可取代性，那豆。哎呦，那你帮我跟你师姐讲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要让人家看到，常常来找我。好，你要有电话让人家找。好，那是因为想要跟同门的谁合作吗？对，因为你家这很重要啊。如果跟谁去合作，其中一环，Hebe，就 Hebe 合作。对，那你拍 MV 的话，我应该要一定找你当。对啦，哇，哎呦，找纳豆拍 MV 哦，哎呦，哎，我拍 MV。OK 的啊，真的吗 ？OK 啊，是要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，然后你才能把它塞进去？美女与野兽。你以为你没拿麦，我没听到吧？什么美女与野兽？我想就是101次求婚那种情节。哦，我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是个不对等的嘛。他就是美女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偶像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就是可能小小的粉丝，然后就是还很辛苦，每天要这样子。他真的很认真呢，他超认真的。你刚不是刚是骗我了吗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只是说哇，你真的连剧本都想好了，真的。到时候再麻烦你多帮忙。好 ，OK。好，今天瞧到很多事情，心情蛮爽。好，就这样。到啊，还有什么事要提问啊？来，约待新闻。年代。因为那个信很疼这个女儿，然后女儿很喜欢那个韩国的团体 EXO， 还有陪她去那个韩国旅游。对啊。然后之前自己接受访问说，你还会唱那个 Overdose。对。可以来一下吗 ？Oh my god！ 一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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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。一个 Overdose。对，听啊。因为我本身也是他们粉丝啦。啊，真的哦。没有人在乎你是谁。对。跟女儿当朋友，自己有没有做过最浪漫的事情？就求婚吧，他都不知道是要跟他求婚，然后还要老梗啊，要跟他吵架吵一天，先吵架一天，故意找他茬，有没有？对，说真的，那是我这辈子唱歌最紧张的一天。你唱什么歌跟他求婚？哇靠，今天很多独家。对，很好奇哦，既然都讲到衣服了，犀利啊，吊胃口。我们唱一个很老派的歌，因为那是他最爱的一首歌，叫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哦，很
经典哦，很经典啊，是不是很老派？蛮老派。